好，再来看演员丁国林啊，之前为了庆祝脸书粉丝破50,000人，大方的放上背部全裸裸照，还强调没有经过修片啊，这个32亿的好身材若隐若现，而且已经生过小孩，44岁的他还能保养那么好，所以呢，这样的照片居然还意外的红到韩国，粉丝也已经突破50,000人了。